我小时候的梦想就是参加夏令营，春游这种集体活动我们没参加过，我觉得都是我们那小学的时候有一阵儿就是学习好的免费上三亚有一次夏令营。哎呦，这么高端啊，不让带家长，他走丢了怎么办？然后我们班同学有一个叫瑶瑶的，就是学习不错，一听就是女孩。女孩，当时给我恨，她给我羡慕的哟，就是喜欢人家呗，跟喜欢人没有关系。我就说人参加夏令营去，偏偏能记住她，因为人家参加夏令营了，但是我确实很喜欢人家。哎呦，一会儿要聊就聊到栾哥的初恋了。没有没有没有，小学，你小时候给没给女同学抻过筋儿？好像这所有男的都给人抻过筋儿是吧？也抻过呀？都抻过，我还跳过呢。我也跳过。我们28、56，28、57，28、29、30、31，这个是一个谜。我不知道你们都是不是这样，都是28、26、28、27、28、29、31，也不怎么就31了，嗯，是吧？对。你们那会儿春游前一晚上你们睡得着觉吗？睡不着。我也睡，真睡不着。你们春游过吗？没有。春游头一天晚上真睡不着觉。真弄一书包吃的，真兴奋呐、啊！真兴奋，比见你还兴奋呢。哈尔滨春游上哪？哈尔滨春游，公园里，去公园江边春游。哎，我能问问这个哈尔滨，就是每回这个就是端午左右啊，是什么？就这马平啊，就这是目的是什么呀？目的啊，就是牵手。啊？又是牵手。目的可有意思，一玩一晚上。你刚才说滑冰也是为了牵手啊？对，对啊，不是，就是他的目的是什么呀？凑热闹，就跟过年一样。我看他，哎呦，那人跟人舟一样。什么时候啊？就是端午节左右啊。端午节，你们看着，你们去了吗？我没去，我看还不够瞧的。就是全国这个风俗只有哈尔滨有，只有哈尔滨，也除了哈尔滨，黑龙江别地儿都没有。中央大街人满为患，他叫半夜2、3点钟都是全是人，对，一宿一宿走，一宿一宿走，他叫挺吓人的，他叫什么？踏青，踏青，端午左右是吧？你小时候你们学校里边净玩什么游戏？玩弹球，弹球，就是大家一块玩是吧？对。哦，你也聊两句，你们小时候那国际学校啊？他一直当国际学校的。我有两个姐姐，我姐姐跟女孩玩完，把我就叫过去。他们在当地。对，然后我就跟女孩一块玩。玩什么？真的，玩什么？就玩跳房子这种。女孩玩，我也跟玩。跳皮筋儿。对，跳皮筋儿。穿过裙子没有？你说。穿过。不说你不注意听。真的，那个衣服都带那个花边的，也就是蕾丝边的，小时候那种花边，我让男同学都取笑我。你知道为什么那样吗？因为我们家穷，我只能穿我姐留下来的衣服。现在还穿吗？对，现在不穿了。我穿到10岁的时候，我就要脸，我就害臊。后来说什么让我穿，我就不穿了。后来一要上学，我就哭，我说必须得，我人都笑话我，不想去。就穿我姐的衣服，我就不想穿了。后来跟我妈生气，我说我不想去了，同学都笑我，我不穿，我不去。后来就给我买了一身新衣服，哇！很多时候是在院儿里头，在楼下玩儿，就跟我这种发小什么的在楼下玩。但我觉得现在孩子可能是不是少了就，就小区里什么的，是不是？对，院儿里头，因为我小时候在大院儿嘛，就大院里头玩儿。我跟老秦差几岁？差8岁。8岁。88。我89。87啊。那8岁吧。就是，其实差距没有那么大，没有那么鲜明。你不像说现在的孩子，那现在的孩子，那正经是人家有 iPad， 有这有那。哎，对，现在孩子玩 iPad、玩电子产品可能多一些了，而且他们接触也早。
他们接触电子产品太早。嗯，在你们还看那个，在你们看动画片的时候，我们已经开始看电视剧了。对对对，我们那会儿都太小了，看也看不太懂，但也都跟着看，所以就只是知道。对，你没到暑假，反正你们是不得不看。对，家里都看，然后就跟着看两眼。什么《西游记》啊，这一到暑假，比天气预报还准呢，是吧？准时播放。我们那会儿刚上什么小学呢？三四年级。我上大学没挂科吗？我妈说我给你买一串包子吧。我妈，我买一串包子，360啊。行，没挂科就也不错。我有四驱车。我有四驱车。啊。然后我一看我弟买了呢，我就没买。对，我就让我大姨家玩去。我们小时候滑旱冰。水冰没怎么，水冰后来才开始滑。我们那会儿北京有一个地儿叫月坛滚轴溜冰，我不知道你们看没看过。不是你，不是你，就是知道月坛现在就是月坛体育馆的前身，月坛滚轴溜冰中心。那会儿就是应该是最早的北京的这个潮流集散地，真的是那会儿就是那个他们。我想想啊，就是他那儿，我在那儿第一次滑那个双排的鞋，到那儿可以租那个双排的鞋。哦，四个轮那种是吧？对，四轮的双排滚轴，那就是比较复古。那会儿觉得那个特有样儿，就滑单排的感觉都不帅了，就滑那双，对，滑双排的就感觉特别复古嘛，特有样儿。小时候北京孩子都觉得滑双排有样儿。那这么说，就是到我们这儿基本都是滑单排的。轮的，但我自己买的是单排的，不好买双排的。那过去商场里都买单排的，双排的不好骑，不好滑，好像。对，那会儿就是他们下午就开始有那些，就所谓就是你比较喜欢的运动，就是得蹦迪啊。下午开始蹦迪，真的下午开始，晚上也蹦迪，但就傍晚那一段时间不蹦迪，就专门滑。而且他每天到下午3点来钟还有一个大接龙，就所有的滑旱冰的那个这些年轻人们嘛，就是开始接龙，就是一人，就是不管是把着腰也好，还是把着那肩膀也好，就所有的人在一起接龙。然后他前面可能有一个他们的教练，或者有一个他们当地就是他们自己的一个员工，就开始我大接龙，然后巨帅。这都没见过这劲儿。对，然后他们，然后差不多到点儿，他们都开始蹦迪，然后在那个月池那块有那蹦迪。那会儿一个是滚轴嘛，还有一滚石。那会儿北京有一滚石，对，一般从滚石玩完之后，滚就出来了。啊，我们玩的什么什么叫号那会儿，叫号就是这满拿一皮球往上扔，完了大伙四散。完了，在这皮球落地之前，就有一个人生专属的，他拿这个球，然后他去砸人，他砸着谁，谁就下一个就是他的猎物，就他得下一个他输了，你知道吧？那会儿玩的还比较多，对，就躲球嘛，在球落地之前，然后再找个地儿赶紧跑躲起来，对，要不就捉迷藏，让他打你啊，对，捉迷藏。其实对你说这些，其实我也玩。小区里，然后整个小区里躲，然后这个，然后别人藏好了，你回家了，太坏了。我们真有晚上玩，吃完饭了，哥几个一块下楼了，说咱玩捉迷藏吧，然后我们真找不着了，还找不着回家了，找不着回家，那哥们儿在搜车库里待一宿，还在忍着呢，哎。自个儿胜利了呢，对啊，还美呢。不多，是不是还是参加过？是吧？参加就两次，因为我跟老秦不是一个小时候。老秦跟我不是一个小时候，所以我没有参加过夏令营，但我参加过小学期，就是我们学校那个。上着告诉放暑假了，然后告诉哎先别放，然后再加小学期，所以现在我到现在不理解小学期到底是什么用意，真的是啊。小学期是啥呀？就是说你这暑就是马上该放暑假了，然后告诉你先别放，哎再上一礼拜课叫小学期，
啊啊！他这不是夏令营，人家也不叫夏令营，不关上吧师傅？对，他这不是夏令营嘛，他叫小学期，知道吗？我是感想就是什么都感想，就好好享受游戏，好好能那个珍惜能够玩游戏的机会。你觉得今天咱能赢吗？今天看我的吧，兄弟，行吗？啊，行吗？嗯，我有点事儿，看都看我了，今天啊，就看我拿分了，好不好？